新绽放光芒，这个是高导特别厉害的地方。这个生活中你们交流多吗？挺多的，我们经常会有些电话联系，嗯，偶尔主要是做节目老在一块儿。哦，就我们在现场，因为现在拍戏很辛苦嘛，因为年龄也大了，有时候也跟个助理，那助理就照顾你的生活呀，给你拿点水啊，拿点吃的，饿了什么的。因为像他说的，他老不挣点开饭呀，你得准备点吃的。哎，开始备得很齐，那箱子带的全是吃的。后来准备说老吃不了啊，这个东西老怎么还是十几天了还是这样啊？刘老师你也不吃啊？我怎么不吃啊？你怎么不给我呀？他都我给你你不吃啊？你老到导演那儿吃去。我们在现场啊，在这个监视器那个地方，帐篷里边，他经常自己啊就带了很多吃的啊，就是说只要拍完一个戏，一场戏一个镜头完了以后就聊聊天，在商量戏的时候嗑瓜子是吗？不，嗑瓜子就他的那个白箱子里边百宝箱啊，什么都有，然后就拿出来，大家就边说边谈戏，边商量，边这个说着戏就边吃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合一张影，留下鸿茅药酒的温暖时刻。